干嘛呢？嗨，瞧我这嘴笨的！老四，还是你行吗？我怎么行了？来来来，去去去！老四啊，我就觉得旅长对老五没几天新鲜，果不然吧。 要说长得，哪儿比得过咱们呀？你看，刚进门才几天呀，旅长就不理他了。哎，我说好妹妹，你也照顾照顾姐姐我呗，你总不能成天把这旅长一个人用吧？你说你是精还是傻呀？这种事你求我，亏你想得出来。那我求谁啊？ 有个办法，快说快说！求你娘，我娘，求你娘把你塞回肚子里重新生一回，生得招人喜欢一点。<笑>你骂人不带脏字是吧？啊！我倒问问你，我娘还怎么把我塞回到肚子里去啊？ 小宝贝儿想死我了。哎，怎么样，能走吗？能走。什么时候？这来年了。来年？嗯。那孩子都得满月了。哎，我听说赵元庚这几天对你不错。不是他对我不错，是我对他热乎。还不是为了这肚子里的孩子。 万一哪天打起来了，你又不敢认。哎，不，但是，宝贝儿，你这么做是对的，你就得让赵元庚认为，哎，这是他的孩子。你万一生个男孩了就更好了。赵元庚攒了那么多宝贝，这他一高兴，不定赏赐你点什么呢。来年我就连人带财我一块接走，啊？就怕不像你想的那么如意。 这些天，他看起来好像对我挺好的，可是我老觉得有不对劲儿的地方。他总在我面前摆弄个军刀，眼神可凶了，特别吓人。我真怕，他要是知道点什么风声，那咱俩可就完了。 咱们做的挺隐蔽的，你倒是放个屁呀！好歹也是个爷们儿，你当初跟我相好的时候，山盟海誓的。 现在怎么这么怂啊？你就是怕赵英公要了你的命。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当初我绝对不会搭理你。宝贝儿，你别急啊，你让我再想想。你不是个爷们儿，瞧不起你。宝贝儿，宝贝儿。 你这生气的样子还真可爱。少碰我！
你要是真疼我，赶紧去买两张火车票，大不了咱们分开走，咱们跑了算。那你不是这几天他白在赵元庚那儿演戏了吗？我不想跟他演戏了，每天跟他睡觉我都觉得恶心。不是，这个我不想跑啊，不是怕死。你看我现在好歹也是个营副。 啊，你也知道我是正经八百陆军学堂出来的，这全省他也没几个呀。我在这是有前程的，所以这事儿啊，咱们还是得从长计议，啊，为将来着想。那我的将来不就是你的将来，他就是咱们的将来吗？要不这样，嗯，我今天啊，就到西安去抓紧活动一下，再多带点钱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把老家的房子卖了。 反正这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人让他们抓紧把我调到大帅身边，啊，到时候我再找个机会把你偷出来。啊，这样他咱们就能在一起，又不耽误我的前程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那你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你娘住哪儿啊？老乔，我还有点家底。不，不能再用你的钱了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 这样吧，我连夜就走，你再等我两天。老乔，就凭你今天这样对我，没你死也值了。奉旅长之命，给吴奶奶送书。 张副官，请喝茶。吴奶奶，没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好。害得我找了个送书的借口，要不我实在是进不来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柳天赐埋哪儿了？哎呦，我的事儿，你还在想着他呢？既然名单上有他。 那就应该有人知道他死在哪儿了，埋在哪儿了呀！你这个脑子有问题，被猪拱了驴踢了。那战场上死个人还管埋啊？那要埋就埋在炮弹坑里了，打扫战场的人把那个尸体往坑里一扔，撒点土就完事儿了。人都死了，你管他埋在哪儿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哎，怎么了你？ 哎，你干嘛呀？你不用编瞎话骗我，我一定得找着他。我也知道你能帮我找着他，你帮我吧。不帮，帮不了。你也甭吓唬我，你要想死我不拦，我拦也拦不住。你这么不听话，你早晚是一死，你早死你还省得连累我。 不寻死觅活的这么闹，还要人想算计你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张吉安在，早就有人来害你了。你自己前前后后的好好想想，你非要回门，结果怎么样？你要不回门，柳天赐能被抓去当兵吗？还想跑？你骑匹马你就想跑啊？要不是我张吉安，我表哥一枪你打死你。算你聪明。 编了个瞎话，说自己怀上了，可是你也太不懂事儿了。我姑姑给你的玉观音，你能随便给别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就这一个举动，在府上得罪一大片人。你要是听我的话，就夹着尾巴好好做人，别折腾了我的吴奶奶。你要是敢不帮我，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表哥。好。 告诉我，候着！我让他宰了你！我由着你的性子这么闹下去，我表哥早晚得宰了我。你抓住我一点小辫子就想要挟我，你忘了？我已经救了你两回命了，好自为之吧，徐凤芝。
师傅，师傅，我求您一件事，麻烦你帮我从这后门进去，我一定好好谢您。你怎么谢我？我不能要你的钱，你要想进庙烧香啊，等下午吧。等尊贵的香客走了，你从正门进去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我有急事。我必须马上烧香拜佛，不能耽误了时辰。那我也没办法。我告诉你吧，我就是要了你这个钱，也没法带你从后门进去，你自己进去看看去啊。哎。吃好饭的，出去。奶奶的，这老太婆上个香也得十几号人。二当家的，该干就干吧，好歹这是个机会，总比攻进赵元庚家容易吧？我说不干了吗？不然干嘛来了？老太太呢？老太太，您没事吧？啊，哎呦，你奶奶的！你个臭叫花子，敢算计老太太！别动手！
别动手了，他不是歹人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要没有他，我就摔死了，我就摔死了。老太娘，别来好方娘，别扶我，把我恩人扶起来。慢点，快，先生，来，先生，慢点。哎，你胡说八道呢吧？四奶奶，我哪敢胡说八道啊？ 这机关枪、手榴弹全都用上了，打死了旅长十多个兵呢，连老太太都差点被土匪抢走了。天哪，快快快快！吴奶奶，吴奶奶，出事了！吴奶奶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家里出大事了，老太太烧香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土匪，好几十个人呢。老太太和大奶奶差点就回不来了。怎么不让土匪给打死？ 要不然今天选了？废什么话？我问问娘，生日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李局长，娘，她这没事儿。娘，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没事吧？ 儿子，娘差点看不见你，我差点看不见你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哭，这不好好的了吗？今天我上庙里上香抽签的时候，那签上就说我有血光之灾。不能总信那个，你现在不没事了吗？不信，你敢不信，你要不信娘就没命了。 你说，我拿着那签让方丈看了，方丈说不碍事的，只要我多捐点钱，就有贵人相助。我要不遇见贵人，娘就见阎王爷了。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谁救了你？我的贵人，那儿。 怎么救的？他从天上飞下来，我就把他抱住了。贵人抱着我以后，七八个土匪朝我们开枪啊！要不是贵人，我早就被打成筛子眼了。我。哪儿人啊？山西。山西。怎么过来的？逃荒。老家那边大旱。哦。 在家种什么庄稼？我们家不种庄稼。那你吃什么呀？元刚，善宰呢你？我是个教书先生。教书先生？怎么成这样了？家里人都吃不上饭了，哪能还让娃们读书啊？我就教不成书了，想去西安寻个亲戚，谁想到半路上。 遇见了土匪，我所有的一切都给抢了，就成了这个样子。我说嘛，见过世面，那是没见过世面，听着枪响早尿裤子了，还救人？切！娘，别看他穿得破，你们都看看，看那张脸，像个庄稼人吗？ 兄弟。 救了我娘，那就是贵人，就是我们家恩人。站好了，来，受我一拜。兄弟，姓什么？
我姓赵。姓什么？姓赵。娘，听见没有？缘分，也姓赵。恩公，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姓赵，单名一个锁字，我叫赵锁。好兄弟，行了。李大人，盛宴，款待赵锁兄弟。是。找几身干净衣服，给那姓赵的换上。是。还得搜搜他身，别招进来一个祸害。旅长，这个人来路不明，您要是不放心的话，给警钱打发走算了。切，我娘能干吗？哎呀，养你们这些个白痴啊，就是白痴，让一个叫花的救了我娘。我们该死，不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赵先生，换上吧。这衣服给我的。对，旅长吩咐的。那我换了。换吗？这位大哥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姓肖。哦，肖大哥。那我换衣服了。你换吧。请肖大哥回避回避。回避个屁呀！你就不是娘们儿，哪儿那么多臭毛病？赶紧换。写不出两个赵字来，大兄弟，救了我娘的命，就是我们家的贵人，来敬你杯。我不会喝酒。这有什么不会喝的？往嘴里倒。嗯，干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坐下，坐下。嗯，哎，贵人。你说这方丈怎么算得这么准呢？他就知道我今天能遇上贵人。恩人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海棠，少倒点，我看出来他不能喝。来。敬兄弟一杯。原配老大。大奶奶。大奶奶，多谢兄弟相救，今天这阵势可真是把我吓坏了，谢谢你啊。要是老太太让歹人给伤着，那我可怎么担待得起呀？哇，正赶上武松打虎也是正赶上，正赶上就是英雄。来，我敬英雄一杯。喝。老二，二奶奶，我敬恩人一杯。二奶奶，咱们家可千万别外道。三奶奶啊，三奶奶，喝喝了。哎，好好。
奶奶。啊，四奶奶。老五，老五怎么没来？派人叫过了，可能是身体不太舒服吧。咋了？我今天去过他那儿了，老恶心，吃不下东西，闹小病呢。哦，喜病，没事。不是，今天家里来了贵客，他不来一下不好吧？再说了，出这么大事儿，他还没给我请安呢。去叫来。我去叫吧。五妹妹一定是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，要不然早就来了。让他来，敬赵嫂兄弟一杯酒。你们几个别都站着了，坐下吃饭吧。赵嫂兄弟，吃菜。大奶奶，让你们叫五奶奶叫了吗？叫了，一直叫着呢。可是五奶奶没出来。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请你来了，老太太和元庚让我请你来了。哪能让大姐您来请呢？我听说出事儿了，吓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，这不才好一点吗？我正要给老太太去请安呢。那好啊，那就走吧。也赶巧了，那人也姓赵，和咱们是一家子，叫赵锁。给老太太请安。娘，听说您今天受了惊吓，您还好吧？多亏了赵先生相救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快敬赵先生一杯酒。是。赵先生，谢谢你救了我娘，敬你一杯。五奶奶好。今天要没有赵先生，我就归了西了。赵先生是我的贵人，帮我挡了血光之灾，缘分，天赐的缘分呢。赵先生，干脆您就留在我们家吧。这合适吗？那有什么不合适？往后这个家就是你的家。对，这个家就是老娘说了算。兄弟，这个家以后就是你的家了，看好了，就这几个女人都是你嫂子。老天一定是可怜我们，又把你送回来。
您要没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回屋歇着去了。去，酒不喝了，人哪能走啊？坐着。人家赵先生在老家那可是教书先生，这不正好啊？等咱家的孩子生出来了，就让他给咱的儿子当私塾先生，行不行啊，兄弟？骗子，也是个骗子。赵先生。你是谁？我是老太太的丫头海棠啊，您不记得我了？今天一直是我给您倒酒来着。哦，是。你来干什么？哦，老太太怕您喝多了难受，让我来伺候您的。我不用人伺候。你出去吧。赵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来，进来吧。吴奶奶睡了，哎，兄弟，你盯着，我睡会儿。还没睡醒呢，就到换稿的点儿，哎，真他奶的困。我看你还是算了吧，没听说今天出多大事儿，万一有人来查夜，咱哥俩都得挨鞭子。也是啊。不行，我要找他问个清楚，问个清楚。赵先生，黑灯瞎火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哪也不去。哪儿也不去？啊，我都跟你半天了，说实话，你到底要找什么地方？茅房。内急，找地方方便。房间里没有给你准备马桶？准备了，我不习惯用。不习惯用啊！你们那儿的人晚上起夜不用马桶？也用，只是我头一天到府上来，不太习惯。能告诉我茅房在哪儿吗？大晚上的，别到处瞎溜达，要是让哨兵看见你，八成就开枪了。跟我来吧。
这里边出了奸细，你们哥几个是不是走路什么风筝了？二当家的，这次跟咱们出来的，可都是换过铁的亲兄弟啊，不能！好，弟兄们，抄家伙，多了赵元公了！可不能啊，可不能啊！二当家，来，赵元刚是出了名的奸诈，今儿白天咱们给他惊着了，晚上。 他一定有防备，你先消消气。啊，消消气。你说我怕他？咱们兄弟谁都不怕他。可是，他是正规军呐，光这城里头驻防就两个团，咱们这些人，这……小老九，你他妈怂包！我知道你怕死。二当家的。 谁怕死谁是孙子，谁是王八，谁是乌龟王八蛋，谁他娘的生孩子没屁眼儿！老话说得好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回老虎山，从长计议吧。急个屁呀！这次下山没抓着老太婆，我还折了只眼睛，我有什么脸面回老虎山？ 山的时候，大当家的本来就不同意，你们参加的不是不知道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您回去给大当家的认个错，不就完了吗？大伙都是袍子的兄弟，他不能怪罪你。回老虎山吧。二当家，回老虎山吧。哎，旅长，我又查了一遍，兄弟们都埋伏好了。 要是土匪敢来，一个也跑不了。我料他们也不会再来。也不知道哪波土匪胆这么大，敢劫咱们老祖宗。那还有呢，老虎山的。老虎山？这个梁老虎啊，早晚我得扒了他的皮。旅长，要不您先歇着吧，您去哪个院，我给您通禀一声。 那我也不去，就在这歇了。哦，对了，那赵所呢？嗨，那个臭要犯，刚才上茅房找不着，急着四处乱跑。啊，对了，他换下那身破衣服，检查过了，啥也没有，应该不是奸细。娘的救命恩人，我应该报答他。可他的底细，我也得摸清楚喽。